惭愧。那么我们只是这样，这个只是从理论啊，从观点啊，其实我们办一些青年活动嘛，啊，什么冬令营、夏令营这些啊，还有时候办一些短期出家嘛，啊，然后你像那个佛青会啊，佛青会跟谁合作？跟台中圣斋堂，花莲有一个什么慈善寺，我们办了好几届的那个什么大专冬令营、夏令营，花莲叫做达隐长老林，圣斋堂是普辉长老林。我交代净妙法师跟接下去的修一比丘尼修二，修一是我的学生。我说我们佛青会，我们佛青会有团体，佛青会跟人家合作办大专营队，但是我们的条件是什么？就是七天下来，五六天下来，这些学生要皈依，一定皈依住持师父。佛青会不办皈依，我们的法师也不能办皈依，皈依要皈依那个跟我们合作的那个道场的师父啊，那个道场就提供学生假，我道场去负责啊，这个软体开什么课什么课啊，我们佛青会来规划。结果那个花莲的慈善寺跟圣斋堂度了几个大学生的徒弟，高兴得要命，一得多点啊，我说哇，你可搞多杨壮，我都去讲课而已，我不当夏令营营主任，那个时候我不当营主任了，你采珠我喝你在我哦，大刚才著作权超威了，哎，啊，今麦学生都要来报道吼，都派车队，派车队回家头接伊啦。啊，今麦被邓仁哥赶上告啥？上告回家头，这款的爱心，这款的主笔哦，难怪哦，又有几个跑来出街。啊，一般我老当官哈，花莲多三四个一款哦，啊，这个台中这个多两个一款哦，都大学生做的也多的啊。变嘛是，这就是一个方式啊，哎。所以各位法师有领导道场，你们想要办那些国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学生的这种营队，可以跟我们的佛青会来合作。佛青会我现在还可以使得上一点力量，我们提供软体，包括经费，如果需要互相都来配合，也都还没关系。阿弥陀佛，就这样简单回答。啊！我问那个圣斋堂的主持说：“啊，你来，大家拢煮遐青草。”伊讲：“伊你也煮了伤歹，因就讲食菜作辛苦，我爱来食菜。”请问法师啦，哈，我们台湾佛教哈，现在像刚才您所谈的啦，有一些法师嘛，也很奇怪的。我们汉传佛教呢，显教呢，他不学，他就要学藏传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佛教的隐忧呢，很多自己法师到最后都走到因供、火供、附魔，走到这些，好像你本身都没东西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在这个佛教，你说在家居士嘛，他有他随便他要信什么教，这是他的自由。可是我们出家众呢，人出家很久的人，他还是走到最后了，还是走到藏传。以藏传呢为荣，所以讲起来，我们大家都是法师啊。希望呢，你对于我们台湾佛教这些出家众们呢，是不是给他们多一点藏传跟汉传这个差距，我们要如何去保持？哦，阿弥陀佛。谢谢。我的讲义本来也有提到这个，我话说的比较少。就像我刚刚说的哈，我们要把我们汉传的这个修行的道次第啊，就是戒定慧，尤其是止观这个禅修的这个法门啊，把它整理出来。同时，道场像印顺导师的道场啊，他说内修跟什么外环，像你的常住了，我们圆照寺或者是这个地院寺里面人很多了，你们。我提供给你参考，听我讲，有时候有一些课程是你们常注重的课程，那个课程不对外信徒的，啊，就是这种课程是我们常注重，我们请长老来，请法师来，这个课程来指导我们的常注重，啊，来学习一些深度的经论的东西，或者是一些那个修行的这个止观的道次第这方面的，就这方面的东西，哎。相关师就这样做，他就把那些人请了，以后他就不请了，他们自己会了。
相关是举头是从外面请人来指导，啊，指导到他里面自己感觉我们学到这个东西了，外面的法师他就不请了，我们自己就有了。哎，也要我们有东西拿得出来了，东西重点是在这里。所以我们现在中国汉传的哈，道场要有那一种属于止观禅修方面这个活动，有时候要规划有这一类的活动，啊，只有那些拜忏的啊、佛七啊、念佛啊，或者什么拜忏的这些，越来越不过，那只有讲讲课、听一听就散掉就走了。现在台湾这个喜欢打坐禅修，风气越来越盛哎，你们有注意到吗？哎，相当盛哦，相当盛哦。有些在家人哦，到处跑到去修哦，我经验甚至有时候比我们还丰富呢，哎，所以这个是对我们也是一个冲击，啊。那至于藏传的跟我们中国佛教的特色在哪里啊？这个要透过佛教史，我的感觉，充分让他了解藏传是属于印度后期佛教。西藏的藏传确实是印度的后期佛教嘛，啊，那么对于南传的哈，南传的我的讲法是什么？它是上座部的铜铁部的一个支派。目前南传不足以代表完整的原始佛教，它只是上座部的一个铜铁部的一个支派，哎，所以他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标榜他们原始佛教，那是比较夸大，严谨的说还应该不是。我刚刚就提到了嘛。天顺导师的原始佛教圣典是集成，所以就有物论是有论之研究，以及杂含经经论导读这几本书，如果只参考巴利文的南传资料是写不出这样的东西的，一定要我们让北传的这些大藏经的资料来显示这么丰富、这么周延、这么深度的，哎，所以我们其实不要妄自菲薄，看清自己的东西，哎，他那个原始佛教圣典是集成都还让那个日本的水野弘彦，水野弘彦是巴利文的权威教授嘛，水野弘彦教授还赞叹他嘛，赞叹导师的，哎。那么我们道场与道场之间有时候自己可以合起来一起办，啊，就讲你的道场几个道场，我的道场几个道场，啊，咱就请一个来指导，啊，就大家合作去做，合选选一个道场一起来做，哎，啊，这个是对内培养出家人的人才。啊，搁再一点就是讲，多地来跟咱出家吼，优秀的人才，咱爱予伊有参与的机会。多地啊啦吼，多地爱有迄个，可以有迄个参与出头，可以有做着负责的迄个机会啊，他才有参与感，他才有向心力，有归属感。哎，啊，歹势啦，我都讲衰好了，哎，做主持的人，做主持的人。尽量和常住众不要觉得讲这件事是，不要让常住众感觉讲这件事就是出去一个人而已。啊，那安尼好像会离心离德。我们忙来忙去都是为你忙，那么将来怎么的哈，所以觉得说，啊，这是我们大家一起的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你出家佛门为家了，这个就是你的家了，啊，这里你的安身立命就在这里，啊，你的归属在这里，啊，你的成就也会在这里。要让我们的徒弟或者来参写的这些注重有这样的一种相应，可能就会理想一点。阿弥陀佛，不知道这样讲可不可以？但是今天我是那么客气啊。台湾的法师们自己要认清自己我们在台湾生根的这个佛法，不要受外来的影响。如果做师父的人都受外面的影响，你看我们的徒弟又要怎么样去教导他，这个是很重要。因为有这几年来我看到我们台湾法师，我也感觉到很多隐忧啦，他们都喜欢呢去学个一个礼拜一个月回来，就是什么上师，又是什么金刚，又是什么阿舍里，哦，实在是哈，想起来哈，哎，皮皮错了啊！我曾经见到一位哈，在家居士呢，他学佛以前在家还没有去学藏传的时候，他是我的皈依徒弟。后来呢，他去学藏传，哦，就开道场，而且呢，
他就惊狂